仇恨在卑诗省不能被接受。每位省民都有权利在这里享有安全感和参与社区。仇恨罪有很多不同的形式，有些仇恨罪更是很明显的身体攻击。还有的仇恨罪表现得比较间接，例如财物破坏和骚扰。Who would do this? 有些仇恨罪看起来可能并不严重，但也有可能被起诉。You know this path's for running, right? You and your wheelchair are in the way. Oh my gosh. 如果你是仇恨罪的目击者，请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对情况，关注受害者，联合其他的目击者，因为人数众多会有优势，记录并与受害者分享证据。Okay, I can send it to you. I have it on video. 如果你是仇恨罪的受害者，在安全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寻求帮助，记录事件，向当局报告，寻求支援。Sir, are you okay? 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共同合作，阻止歧视和仇恨在我们的社区发生。请浏览网站 www.resiliencebcnetwork.ca